佛教给我们，口惑无证佛知道，一切众生所有的一些误会、戒怨，十之八九啊，都是言语造成的。所谓是多言必失，话不要讲得太多啊。太多了，容易失言，容易引起别人误会、猜疑，于是就与人结怨了。结怨之后啊，这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有意无意当中啊，造成菩提道上啊许许多多的障碍，所以古德教导我们：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了。你说这个多好呢？当我们想说话，这个话到口边，阿弥陀佛，变成阿弥陀佛就好了。这个法子很妙啊！口惑无增，真正做到口惑无增，就是一天到晚见到人欢欢喜喜阿弥陀佛，不管人家给我们讲什么话都是阿弥陀佛。这个好啊，心平气和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言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全叫妄语啊。